down here, pushy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Ali 还没打。 杀戮杀的好厉害哦！啊，不 kill， 射了一些几个头，四个头，好猛哦！射了一下 carry 啦，一个头射了一些四个头。 蓝 buff 啊，那个阿里没来了，我大绝一定转比他快啊，我大绝一转好我就上，不过这个时候要亏一点。 蜘蛛好猛哦！
人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会犯一些很低级的失误啊。像刚那个阿里那失误真的超低级的、啊，他往我这边魅惑，我稳死啊！他魅惑到左上角啊，各种低级失误啊。求你！一进去才发现有求女啊！哎，要死喽！啊，回家。这阿里现在没有蓝啊，啊，我有蓝。不过他三个头啊，他装备有够潮的，三多蓝，再上明火，也还好啦，因为上明火的话没什么虚战。那我求你个空道。做一个专业送头、欸。感谢阿里一个专业送。哎呦，这你们还两个要守塔哦！没搞错吧，守塔？因为阿里已经挂了，那李信，那李信一定要回家的、啊，那个血量。然后琼女也一定要去上啊，不然他们上路就要掉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
道吗？这个库奇一定很缺钱。帮他套盾，哎呦呦，差一点！绕也不行。没有，那个血量一定死，因为提莫还有大面具啊，绝对是求你帮他套盾啊，这个就不用想了。Yeah, yeah. Bro.一飞过来发现一堆人啊，你也不用走啦，啊，不没事吧？哇操嘞！哎，你怎么死的？查香菇哦。啊！不是，不是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点燃它，它光盾的嘛，然后光盾就两秒，点燃有五秒嘛，它那血量稳被点死，所以我点燃完它以后，我就 Q 那个球女了，没想到球女帮他套个盾，他正好剩一滴血啊，真的是判断上的失误啊。来喽！我的提莫他出纳蛇哦，出两个攻速。
我在想，我现在到底要出大法棒还是出面具？位置不好大、啊。因为我知道丑女有光盾啊，她也想大我。但阿里，你感觉到阿里好像跑掉？阿里智障智障的、啊。shut down。还是先出大法棒好了，感觉先出大面具效果不好，对面也没什么坦。啊，阿里，阿里有没有跟你讲，不要说是窗啊！他这样子一定是说是窗啊！有大面具啊！哇！各种灼热啊！
误判距离啊！我以为撞得到，撞不到。你看植物可以把那个提摩的香菇爆掉，有点 OP 啊。 太神啦！我都听腻了，还在太神，我听腻了。Yeah, yeah. 太炸了，感觉没有什么梗。好猛！What the？ 现在几点？哎呦，直接 face check 哎、欸！ 这蜘蛛到底是不是钻石的、啊？我在旁边一直看他，然后他直接进去 face check。 加罗呢？我都提莫出了个大法棒。
这个伽罗快踩那个踩要死。down 也不行。遇到一个安安，No。好了，推个上塔，该给对面 GG 了。你们知道对面的洞是谁吗？这个你玩一场游戏，你玩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对面的洞。我发现对面的洞是那个阿里啊，我等等来看看他的实力啊，因为他现在没有任何防装。别说啦，我们的洞也不少啊，这怎么直接吃招啊？哎，对面的洞引爆了。要被引爆了！洞又被引爆了。哦，他刚没有拿来。哦，洞都引爆了，你现在敢来这招？
发现那阿狸，我发现那阿狸烂烂的，就是普通刺客不是应该在躲在旁边埋伏吗？对不对？他就是很容易吃招啊，就是一个很软的角色，然后很容易吃招啊。那瑟雷西，你知道瑟雷西上已经勾他几次了吗？我都不想说了，五六次一定有啊，有没有更多？我不想说，这阿狸就他们的洞啊。Let's get this party started.哎，求你！哦，这蜘蛛看到求你了，你还往上走？他可能跟队友联合推中啊！不用啊，你还推什么中？好吧，蜘蛛调动。我求你一个神大，然后我完全不管他。你知道刚才讲什么吗？刚才讲的是我不是把 EZ 我不是依那个库奇吗？我想说那阿狸一定会傻傻的往前走，然后我就一个 RQ 接技把阿狸接爆，然后顺便接到库奇，然后再把库奇接爆，一个一打二，一个神技。没想到那阿狸好聪明的，阿狸他那边抖啊，他知道我要杀他，他不是动吗？你也不要说什么阿里是洞哦，八九四哦，死的大杀的大哦。想打，而且提莫好猛哦，哇，各种吹。